看官，大家好，黄大叔带你看日本。这一期看什么？我们看日本的武士道。日本的那个武士道用刀，但是他们可以用古代的传统呢变成现代的娱乐啊。你如果来到这个日本东北地方旅游的时候，一边吃一边看他们耍刀弄刀弄枪的，你也可以一起跟他们玩，那是一种娱乐。好，我们进去看看，一边吃看看他们怎么表演。各位看官，刚才你们看到了吧，这个日本的武士道啊，武道怎么舞刀弄枪的，大家一起可以跟他玩的同时呢，也可以呢，哎，当一种这个我们这个也可以说复古啊维新来继续传承。那么这一次黄大叔带您看日本就在此结束了，下集见，拜拜。